家好，我是跳跳。今天我也要到小河边来捡几块火石，来测试一下我的火镰新装备，引火的新装备，跟你们野人哥哥的有一点不一样哦。我用的引火物跟你们野人哥哥的不一样，他用的是整张碳化布，我用的是只在顶端碳化，用完之后把火直接灭掉，下次还可以继续使用，携带的话也非常的方便。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吧。怎么样，比你们野人哥哥的好用吧？它的制作也非常简单，用一块纯棉布把它卷起来，然后用这个橡皮筋把它缠着，非常好用。我们再捡几块石头就回家了。